这是夏远生的哥哥，华秘书，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。幸会，队长。华先生，陈队长，谢谢你的好意。左边这个背影，我敢确定，他跟彭记者的失踪案有关。 左边这个人没有正面，他唯一的特征就是手臂。这个人手臂上的疤，很像个英文字母的 Y。哎，怎么搞的？对不起你啊，陈队长。我太困了，进来洗把脸。你看我这忙手忙脚的。没事，给我拿点纸巾。好。你是在这儿之前啊？ 我来是执勤了。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太困了，洗个脸。你跟我装什么糊涂呢？这不需要你了，回局里去。 是石老师吗？我是教会的陈浩，那天我不小心把您的教材带走了，我现在给您送过来，您方便出来取吗？出什么事了？是华良，照片上那个背影是华良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来上海了，跟谭世远吃饭的时候被我认了出来。哎。 我对比过照片，确定那个人就是他。好，我马上联系电力局。等不了电力局的人了，酒楼的饭局马上就要结束了。他现在跟谭世远在一块儿，很快就会知道彭太太是被向远生带进去的，肯定会去要人。我必须赶在他之前把人接走。你打算自己去？
对，我能进去，也只有我有证件。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。那你要遇到向远生呢？你怎么办？ 我能处理。花秘书，请留步。花秘书，怎么了？谈副局长。花秘书，那个记者太太啊，现在躲在江南造船所。 具体躲在什么位置呢？恐怕是要问问您的弟弟华珍。对，冯广云看着他驾着车，带着那个女人进了江南造船所，冯广云想进去搜查，但是被拦在了外面。如果您不方便出面的话，那我只能通知总局。 跟造船所的警务处交涉，到时候就让警察进去处理了。我弟弟的事情只能我来处理。好，那我等您的好消息。 去江南造船所，证件，进吧。 请问为何在那儿？三二楼，谢谢。你扮成这样混进来，还是为了帮冯广明要人吗？跟他没关系。 我是彭记者的朋友，受他所托，照顾他的家人。我给彭太太在外面找了一处更安全的住处，想把她从医院接出去。我昨天晚上才把彭太太带进来，今天一早警察就过来捉拿嫌犯。冯广云到底想干什么？分局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。 两个多月前，彭太太来四所报案，你告诉骆命不要插手这件事儿，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对吗？对。彭记者失踪跟冯广云有关系，四所被撤也跟这件事情有关系。 我回答不了你现在提的这些问题。好，我可以什么都不问，但今天白天在造船所门口，我陪你演了半天的戏，你起码得告诉我你现在为什么在冯广云手下做事吧？你想让我把人交给你，但你现在连一个字都不愿意跟我解释。造船所已经足够安全了。 为什么要换地方？你在提防什么？是在提防我吗？啊，这是以前叫华珍开车的时候，不小心划伤了。
你们兄弟关系真好。如果你还相信我，还信任我，就把人交给我。我现在解释不了那么多。 曾经我一度无条件的相信你，但现在我做不到。如果再让我发现你在这出现，不管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，我会立马通知警卫处，以窃取军事机密的名义逮捕你。 彭太太，您醒了。真是谢谢你们啊，送我来医院。我刚刚听骆小姐说，警察来找过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的确是有警察来找过您。找到甘文了？恐怕不是。彭记者失踪，现在看起来比想象的要复杂。昨天一直没有机会跟您说话，现在我能问您几个问题吗？ 甘文是申报的记者，前段时间申报让他负责做一个有关于华界难民的报道，他就去了弘济善堂搜集素材。弘济善堂是一间日本人开的慈善堂，在华界这一带非常有名。这个人叫李建直树。李建直树。 我记得，公安局还选他当过遵纪守法好市民，在报纸上有新闻，还有照片，是谭副局长给他颁的奖章。那彭记者去石榴铺码头干什么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他也不肯告诉我。但是我知道他拍了好多照片，我怀疑甘文的失踪和这些照片有关。 拍的有船、货箱、美金，只有一张照片里拍的是人。有三个人在喝酒，其中一个就是李建直树，另外一个就是骆小姐你刚刚说的那个人，还有一个我就不知道了，照片里他是背影。 昨天你们内科是不是收了一个看胃病的病人？跟几人是华生？哦，你稍等，我帮你查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是我这么一个人啊？他是刘医生的病人。刘医生来了吗？他值下午的班，还要过一个小时才来呢。他昨天跟我说这个病人肺部也有些问题，让我今天做个检查，麻烦你把人带到肺病科二诊室。啊，好，我们马上送过去。谢谢。啊。那个背影是男是女？ 是男的，看起来比另外两个要年轻。有什么特征吗？他手臂上有个特别明显的疤痕，看起来像英文字母 Y。哪只手臂？拿酒杯的那只手，右手吧。
进来。病人好些了吧？能向上走吗？能。那起来吧，我送你去肺科做个检查。为什么呀？我肺没有觉得不舒服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昨天刘医生给您做检查的时候，发现你的肺部可能也有些问题，所以拜托了肺科医生帮忙检查。我们赶紧下去吧。来。慢点，请出示下证件。病人需要检查，家属还是在外面等吧。医生，病人到了。坐。来，慢点。你先回去吧，过会儿检查完了，我让人把他送回内科。啊，好的。大夫，我的肺有什么问题吗？王奶奶，你托我买了500册，我打听过了，有一本要下个月才到货。我买了500，你说的哪一本？《镜花缘》，李如山的。你是甘文的朋友？对。他之前跟我说，能对上很好的。都是可以信任的人。他出事之前把暗号告诉了邱国辉。王奶奶，这里不安全，我必须马上带你离开。好。怎么还不出来？大夫，黄秘书。入院处查到了一个您弟弟带过来的病人，就住在这里，内科。方排长，我们走医院后门。队长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。如果你再不离开医院，我会立马通知警卫处。让我看，不可能。让开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把向雨生带走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让你把向雨生带走。肯定是误会了。向先生不是坏人，他帮过我。向先生，我确定过了，他是甘文的朋友，是来接我走的。我不管你同不同意，今天我一定要带彭太太走。你给我让开！你知道彭记者事情跟什么人有关系？我说了，你给我让开！
华珍。听说你带了个女人来医院，我们赶紧走。哥，怎么了？犯了错，连话都不敢说了。大夫，请问一下，内科怎么走？我知道，我带你去。快点。带路啊。公安局来我这儿告你的状，我来上海出公差还得先解决你的麻烦事儿。魏代勤的事情还不够让你长记性的吗？怎么还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？在江阴的时候，我跟你打听过一个记者失踪的事情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这个记者是一个谋杀案的凶犯，你带进来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，是从犯。警察接到线报来医院抓人，你居然怂恿警卫不让警察进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，赶快把这个人给我交给警察，不要把事情闹大，否则学校会给你处分的，知道吗？走啊。哥，我昨天听人提起这个医院的皮肤科不错，我想看看你手上那道疤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你要是真心疼我，少给我找点麻烦。人呢？哎，病人去肺科做检查，还没回来吗？你在问我吗？肺科在哪儿？就在一楼。我怎么听说有个内科患者送到我这里来检查了？就是中午午休的时候，有一位肺科医生叫我们把病人送来二诊室的。哪个医生？什么名字？这个我没问。哦，这位先生当时也在，他看见我和陪护把病人送进来的。病人有陪护？是啊，一位年轻的小姐，跟他一块住进来的。当时有个医生在诊室，他做检查我也不能进去，所以在门口停了会儿，我就走了。董事，我没带挂呢，我记得我吃饭时候挂在上面的。没太注意啊。睡得饱？给你开的药一定要准时吃，一日三次啊。好的，大夫。王太太，回去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。好，罗小姐，这次谢谢你了。你自己回去没问题吧？队长，向医生的哥哥为什么会来找彭太太？您和向医生到底怎么了？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。四所已经没了，我看到你们两个人现在这样，我真的很难过。回去吧，妹妹。向医生一个人在里面，真的安全吗？他会没事的。回去吧，啊！
问过刘医生了，他确实没带那个女人去肺科检查，中午那个医生是冒充的。我们需不需要通知姐妹处的人封锁出口？不用了，人应该已经不在造船所里边了，你们在那儿等着吧，我送她回宿舍。哥，你知道朋友什么都别问，先送你回去。这就是你的宿舍啊？对。华真，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你怎么会跟这个彭太太牵扯在一起？几天前我去了趟四所，想看看之前那帮人，结果没想到四所已经撤了。我是在门口遇见他的，他跟我说有人要害他，求我帮忙，我就把他带了回来。他还说什么了？没了。他有没有提到他的丈夫？没有。护士说他身边有一个陪护，那个陪护是什么人啊？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人，我不认识。你刚才想问我什么？说吧。你知道彭记者失踪的真正原因吗？我说了，他不是失踪，他是杀人被逮捕了。华真，你到底知不知道那个女人是怎么从医院消失的？那你话呢？不知道。无论记者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假的，都跟你我没有关系。不要忘记魏代琴事件的教训，你现在的一言一行不光关系到你自己，也关系到咱们全家所有人。你这次来上海留七天对吧？好好在这儿待着，哪儿都不要去，任务一完成马上回江阴报道。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？
热瓶吗？随便点个吧。老板，有什么热乎的？有包子。行，来两笼。行，那先坐下啊，马上来。请问你们是电雷学校27航海科的学员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三班有一个叫华珍的学生，他回宿舍了吗？哦，他出去了。他一个人出去的？不是，他跟我们班几个人一起坐车出去的。那他有没有遇见什么麻烦？谁敢找他麻烦呀？你找他有事吗？哦，我就是想问问。没事就行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回来了，爸。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不睡啊？青青跟我说，你给他打电话了，昨晚住在朋友家。啊，对，一个老朋友回来了。一个女孩子以后少在别人家留宿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爸。以后您别这么晚等我了，您应该早点休息。去睡吧。洛明明，这水壶还我！什么烂水壶？这办法来给我的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，我就给你。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今天为什么这么晚回来？是不是那个什么女警训练营的教官又约你了？夏雨生回来了，你一直和他在一起啊？那他有时候为什么没给你写信吗？我没问。那他知道你一直在等他的信吗？我没说。不是姐，这两个月你怎么过来的我都看在眼里，你把自己忙得像个陀螺一样，不就是为了不想那些事情吗？你一直在等他的信，等了两个月，为什么不告诉他呢？他就是回来执行任务的，过几天就回去了。再说了，之前那些事情过去了，你真的能放下吗？给你了，明天还我。算你有点良心，快睡觉。
黄秘书，公司需要知道这个记者发现了多少。他上过我们的货船，我们是两天之后才察觉到的。从搜到的照片来看，他已经知道货箱里装的是什么了。还有呢？他躲在船上，很可能也听到了一些交易的内容，但他现在什么都不肯说，所以我们也无法确定。一个记者怎么会发现我们的船？这个人也是救国会委员，他借着写新闻的名义悄悄调查洪记善堂，应该是跟着我去的码头，混上了船。好在货物已经从船上运到仓库了，还跟以前一样，等你们的另一批货也到了上海，就统一装船运往日本。救国会跟共产党关系匪浅，这件事背后肯定有共产党参与啊。陆军省非常不希望我们之间的生意因为这件事而受到影响。公司当然更不希望，但前提是七祥国货联营公司绝不能曝光。现在这种情况，上海警方、洪记善堂都难辞其咎，所以老板想让我问一下二位，他需要担心七祥国货联营公司走私军需给日本军方这种新闻出现吗？话没说，您知道货箱里装的不是普通茶叶，我能让这批货一路绿灯的运到上海港，又能顺利的离港运往日本，当然能解决好这点小插曲。这么说我们之间没有问题了？只有一个小问题，您的弟弟华珍带走了那个记者太太，现在这个女人不见了，您问过她是怎么回事吗？我弟弟怎么认识的这个女人你们也都知道了吧？她就是好心把她带到了造船所的附属医院，仅此而已。至于这个女人怎么出的这个医院，她完全不知道。华珍被淞沪警备司令部调查的事儿，我跟李健先生都听说过。魏代勤说她是共产党，这也许不至于，但是通共同情共产党呢？否则这件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为什么要卷进来？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在授意他插这笔生意？七祥国货联营公司卖这些货，陆军省买这些货，谭副局长却在指责画家，还怀疑我们通共。以画家在党国的地位，在国民政府的地盘上，我想应该没有人有怀疑的资格。唐副局长所说的只是我们的一些担忧，只要货能如期送到陆军省手里，那话真的是就是假事嘛。话没说，刚才我可能言多了，您不必介意。至于那个记者，我本来是想让他交出底片，所以留他活口，但是现在看来他是死活都不会开口。我给了冯科长最后一个星期，就是到时候他还是不开口，我照样把他解决掉。您是警察，
怎么办案是您的事情，但是我弟弟的事情只能我来解决，谁都不许插手。别怕，也不会太迟。